你给宫里带了什么生日礼物？我觉得嘛，做人最重要的是心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带了一句祝福语给他。祝福语、啊、对，祝福语，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。我呢买了布里最喜欢的项链。好，希望布里不喜欢。 Ladies， 你肉太多了吧。我已经给他发信息了。嗯，对，错了。哎，这到底有没有人吃饭？不知道，还以为在说事呢。这里面别人你都拿菜刀喝了，我也会说的是。哎，服务员，帮我拿着筷子好不好？柜台，这座位是藏好什么东西？胖很多，我听起来你最喜欢吃的生蚝，你准备吃啊？哦，剥不动，喂，帮胖人剥一个。嗯，好。都还没开始喝酒就脸红，我看你们俩倒也是挺配。布里，其实你误会了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宛如是个好女孩，我们还是可以当好朋友。我也没误会什么呀，有女朋友怎么了？这年头，只要没登记领证结婚，从法律层面来说，每个人都是单身男女。感情的事我明白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大家今天在场十几个巴掌拍拍多简单的事啊！顾里，你闭嘴！我怎么能？我好心好意帮你，还错？你没错，你永远都没错。错，你每次都是自作聪明想要帮我们，哪次不是背着我们进来一些缺德的事？顾源，你知道魏浩有女朋友的事？知道。怎么告诉我呀？高兴啊，我里边都是人，你高兴啊？哎，你讲不讲理啊？你自己偷偷约的魏海，这事你有和我说过吗？顾里，你别生气，这件事跟顾源确实没什么关系。跟你姐姐有什么关系？先搞好你自己的破事吧。屁股还没擦干净，就别急着帮别人提裤子。什么叫我自己的屁股？你的事儿，你的什么事儿啊？你上次在画室像残疾人一样帮别人帮了杯咖啡的事儿。李湘，别听了，别火上浇油。你这把火要是不烧起来，我这油可还没地儿放了。顾源，你知道的挺多呀。难道上次还讽刺我说让我没事多陪陪姐姐？你俩真是狼狈为奸的好兄弟。我和娃都没你俩吃点心，真让人恶心。李笑，你边疆人出头，你以为你和顾里就不狼狈为奸吗？你以为你们姐妹间的小秘密就不恶心人吗？你告诉简溪，顾里你有病吧？你怀疑我？我什么都没有说。是我说的，吵什么吵？就这么点事。今天我们大家之所以欢聚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顾里来庆祝他的生日。我从小就很悲惨，家庭和爱情都很不顺。我曾经经历了很多恶心的事情和悲惨的遭遇，而带给我最大伤害的人，齐成差点都认识。还好，我遇见了顾里，这些年来多亏了他的照顾。无论别人觉得顾里多么冷酷，多么不近人情，多么自私自利。但我知道他不是这样，或者是说他不全是这样，所以他才会想要奋不顾身的来拯救我，或者是分担我的痛苦，甚至是亲自品尝我的痛苦。简单来说，他就和我一样和齐成发生了，而最讽刺的是他却以为我不知道。可是顾里啊，我们是如此情谊深厚的姐妹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所以今天我要敬我的好姐妹，感谢她分享我的悲惨人生，我也发自内心的祝愿她从今以后和我的人生一样发烂发臭。
那个是没有问题，我知道了。